老金家，是你说崴了你就能崴了吗？你到底干啥你啊？我给你啥钱呢？没钱没有。我最近心里特别乱，咱们俩都冷静一段时间再说吧。你还有理性赖在哪啊？出这么大点事儿，你们现在才让妈知道。这一次我才投了80万，左手女让我挣了100万。再说，那可就是商业机密了。为了我们的合作，干一杯！来，来，干杯！以后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我亲老弟，知不？你就是我亲哥，老弟，大哥，在雾中最美的那一刹那，在我们江城最冷最冷的时候，哎，一个寸劲儿，咔嚓，提下你。安排啊，就来钱啊，还闹啥呀？还你现在是咱们市第一驻村书记，你服务的就是咱老百姓。我再次代表孟家村的乡亲们谢谢你。啥都不用说，跟我嫂子好好过日子。